隔壁怎么盖的啊？怎么那么强啊？哦，哦。哎，不对啊，对啊，他应该会卡这边，然后我怎么办到？我知道了，哪来的水啊？哦，这里。正常多了，正常多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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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谁问什么问题？如果要家有村民，是不是只能治疗这样子村民？对啊，所以只能这样子啦。那时候这个，因为那时候没有研究，没有太研究城市怎么搞，所以感觉是城市塔很失败。城市塔其实盖的是很失败。哎，你要走哪边啊？没有，那时候是在鱼竿那边盖这个啦，不是这个是创造直接打指令叫出来的，这不是盖的。哎，我身上没有掠夺刀啊。打雷了！什么都没有。
等一下哦，嗯，复制一下。好啦，你下去啦。下雨啦！冬雨安安，现在没有啊，就你不觉得生存方式就真的比较偏向研究类的吗？就是偏科技吧，像音乐是。有，而且是不是听说？我看一下哦，这样子撒骨粉其实会有珊瑚啊，我还没试过哎，珊瑚。没有欸，嗯，这边不是热带海洋吗？嗯，还是要沙子啊？沙子，没？怎么会？欸，我不知道欸，珊瑚要怎么游啊？还是那边要可以生珊瑚的环境才行？欸，好像是欸，我找一下。然后就说之前有人跟我讲说什么，沼泽地形比较好生。生成师，结果，W， 结果升到哪边？超少，真的很少。算了，我觉得下午台就开到这边好了，我要睡觉。老人行实况组，哇！欸，这边有女巫哦。我有点迷路了哦，在这里。我今天研究的已经差不多，不然想说我就算没开台，我私下一直在乱玩一些设施。好的，我们回来这边，先和平，再来是。困难。我觉得我这盖太大了，盖太大，我觉得可以小小的就好了。不然这样子，其实如果盖在轻松生存里面，很丑哎。盖这个还要去找海龟蛋，
身怪虚空。嘿，你说，你说，请说。下次不该这么大了，二十次乘二十次，不需要这么大。进去啦，进去啦。哎，为什么这边又没有反应呢？なんで？为什么？啊，是因为这个，这不够高，这不够高，所以踩不到。所以其实要这样子，然后他们就会来看了，是吗？不是啊，嗯。我这边有空气啊，嗯，可爱哦、喔！你在思考人生吗？玩下去好了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
经这么久了还没有玻璃半砖，我还觉得，我还是觉得很纳闷呢。玻璃都还没出半砖，啊，过去一点啊，啊，过去一点啊，就很奇怪嘛。玻璃应该该出半砖了吧？现在在改以前做失败的东西，还在补它。啊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改制。定义的生物系，一样创造一个新地图，然后选择创造上面。哦，所以还要重新用哦，没关系啊，那就算了。等一下，要盖个深怪塔再换地图卡。我本来想说，不然就是跟巧克力一样，把地上全部都改成像那种荧光石啊，不然就是海灯笼。这样就可以防止生怪了。